在吵架，前面在吵架，怎么了？要打人？系啊，头先呢架，唉，你怼怼我，我怼怼咗个条尾头风把啊，大佬，下次翻入嚟唔好跌过埋，你睇下，屌我明明喺出面冇撞过噶嘛，你一入嚟一怼我，我就前面又塞到入嚟啦。我明明冇撞啊，我喺出边有撞车啫。哎呀，咁样唔见十秒。怎么了？该是什么了？他说他碰他，他去碰前面的，前面他跑进去，哪有可能啊？随便啦。我都知哪嘢噶啦，佢轻轻撞我怼怼前面。你进来的时候，你碰了我一下，我就撞到前面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罚我十秒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罚七秒。上次已经进来了，我们冷静一点，不要贴这么满，这么近啊嘛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十秒怎么样算？请我吃顿饭，一顿饭，吃顿海鲜，一顿海鲜。
走了走了，走了，推了。我们现在来采访欧洲冠军，哇！刚才他有遇到他，他说可不可以访问他？他说 OK， 他说可以来他的帐篷。Hello。OK。老王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你把这十个后面，就把这个黄色的，那个马修，什么东西？你呢？在找零件吗？大家来找茬，赶快帮忙找。